我戒不掉你，像戒不了呼吸，漫长的距离，我用思念来代替。Oh my god！ 喂，不好意思，喂，快来救命！要帮忙吗？你要不要？你不知道吗？要不要？我到底帮不帮呀？那他妈肯定帮啊！啊，不是，帮忙也是真会帮啊！啊，还是真来帮忙、啊。哎，不是，你俩这次要不要？我觉得这个三个人应该好一点。老弟，我觉得这个玩三个人玩好一点。三个人怎么玩？所以要挑战啊！哎，等一下，哎，等一下，怎么？哎，我觉得还是一个人吧。等一下，我断了，断了。哎呀，断了，快，你不能这么干啊！等一下，不能这么干。兄弟们，我没有碰啊，我没碰，断了。哎，坏了吗？你。哈哈哈哈的老爷们，一起抓吧。喂，抓不着。我俩想转一下。我是蒙眼转，我更高级，更难。哎，一位，开始。哎，别动兵！哎，这，哎，你别动兵！别动兵！老弟，我跟你讲啊，我媳妇告，啊，我媳妇生气。老弟，哎，不好意思，我弟弟，brother， 哎，怎么回事？你有病？我是女的，我找你这样身材，我跟你说，我天天出去，天天给别人看了。大洋哥在线开导自卑女孩，看完真的被暖到了。你看屏幕，没事，你别不好意思，没事，你看。胖，那就哪叫胖呀，老妹，你往后站一下。你这思想不对啊，你这是很好，很漂亮，你这不叫胖。现在男生们还是很非常喜欢你这种身材了。我是女的，我找你这样身材，我跟你说，我天天出去，天天给别人看了，说的实话，不是逗你开心，要有自信。你这样还不有自信吗？应该有自信。现在笑起来这么好，这么美，笑对，你笑。对呀，你笑起来多美啊！以后要多笑。小杨哥带货榨汁机，网友们纷纷喊话小杨哥，顾客苦瓜之不满。网友们本想看小杨哥笑话，结果大杨哥却被摆了一道。小浣熊豆浆机，除了榨豆的还能榨什么？除了能榨豆浆，我们这个很多功能，我们冷热饮都可以榨。看到没有？苦瓜，大哥小哥，那什么榨苦瓜？小杨哥刚跟我讲，让我不要让他榨。哎呀，你什么职业？苦瓜，但是我看兄弟们都在说让。来，我谢谢。那是给你，别。好嘞，你好。什么味道？啊？是好。啊！从这个品牌方刚进直播间的第一刻起，小杨哥就没法淡定了，可又担心小杨嫂突然来查岗。你呀，老妹儿想给谁试？我想给小杨哥试。哎呦，那太好了！你干啥？呜、哦！死我！我没办法，兄弟，我也不想。我明天后悔来吧，真是太浪费时间了。我炸！走吧。大哥。你这不就行了吗？你那老妹儿，你过半天 ，nice， 很明显我变白了。你就轻点，那轻点你。大家还记得这位全网都在找的女品牌方吗？只因之前和小杨哥一起洗衣服的幸福画面感被无数网友圈粉了。就在昨晚，再次被小杨哥请到了直播间，当品牌方和小杨哥测试完洗衣液时，大家注意看，小姐姐的一个举动真的很像热恋中的情侣。大牌子，双十一的时候，那个去年双十一啊。但万万没想到的是。大洋哥的一个口误让全场破防。这个老妹儿，来老婆，哎，杀！你哎呀！陈，你这个，兄弟啊，这个老婆，哎，恭喜你，左右边。我要娶你子，我要娶你子。没有，算看一下啊。我们的话，做内衣洗液已经27年了。
就是你洗完的话，衣物会比较的柔软，不会发黄发硬。啊、这个不粘，这个很多女生，像我媳妇她就用这个。今天再抢个直播间，哇，两瓶，再送你管子、对，再给你来个起泡沫的这个洗衣袋。马上上车！我媳妇喜欢李先生，喜欢的壁纸都是的，天天喊她老公。但我媳妇最近喜欢王鹤棣了，从这可以证明我媳妇花心。那哪个明星火，她喜欢哪个？那我拼吧。不，你看你像我这样，你看。凭什么我屏保是我媳妇儿，我媳妇屏保是王鹤棣啊，只能说喜欢。凭什么我现在换了？换换换换换，找女的换换，找女的换换。哎，我想死，我怕了。换，你干换换，必须换。谁不换谁狗啊？都换，谁不换谁狗。走，不是都亮给兄弟们看啊？谁？他们说我们不敢换，我给你看我敢不敢换啊？你，我是说了，谁不换谁狗。我换了，咱们要不就把媳妇换了。开玩笑啊，媳妇儿，开个玩笑啊，不要生气。关屏，没事，这是模糊的，一开。换了啊？不敢换，来，给看第二看。哟，怎么还是啊？你我还哎呀，不好意思。五加六等于几？数学题要自己做。你爹妈，算术题都不会。小杨哥带货智能学习灯，当问他算术题时，得到的答案把兄弟俩整懵了。他就是个灯，不，他是学习灯，学习灯，不是灯。大力大力，我爹是谁？你不能乱问。我不能乱问是吧？啊，大力大力，二加二等于几？别偷懒，算术题要自己。我学习什么呀？我学习什么？跟我讲一下，他为什么算术题不会？因为防止你偷懒呀。大家还记得上次这位很害羞的品牌方吗？小杨哥为了缓解品牌方的紧张，故意在称重环节偷偷藏了一袋。小杨哥本以为只是一个玩笑，结果万万没想到的是，你这不能卖，来把它撇下来吧，不卖了啊，这个。哎，老板，开玩笑了，哎，开玩笑了。开玩笑了，开玩笑了，开玩笑了，别哭呀，开玩笑，你这开玩笑，我开玩笑，你原来是嘴子，没事吧？没事，跟你开玩笑，没事吧？哎。哎呀喂，开玩笑，开玩笑啊！没有没有，你听我讲，老板，老板，老板，别别别别别，开玩笑了，开玩笑了，不是，我们是故意，我们在那玩你，他妈，喝口水，喝口水，没事啊，没事啊，开玩笑，兄弟们，看我，看我，有，我尝起来，尝起来，尝起来。我就想77，真的很好吃啊，这个真的很好吃，这个真的越久。静静静，开玩笑，虾条坛果啊，三袋加一个小袋的蟹黄味坛豆也是四个，蟹黄味瓜子仁也是四袋，蒜香味青豆，青豆是三袋。我兄弟们，这个一袋啊，在线下卖7块多。对对对，这个我最喜欢吃这个。真香，真香，嗯，真香。今天想个春天多少钱？39.9，上车了。